今日全球共有超过20亿儿童，你见到他们的将来是怎样的呢？ What do you see? 见到贫穷还是承诺？你见到问题还是机会呢？是绝望还是希望？今日全球每两个孩子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当中。More than 1 billion children. More than 1 billion More than 1 billion children live on less than a dollar a day. 超过10亿嘅小朋友每日喺少过$1美金嘅环境下生活。世界宣明会相信每一个小朋友喺上帝嘅眼中都系珍贵嘅。佢哋每一个都应该拥有丰盛嘅生命，享有一个能够俾佢哋茁壮成长、充满希望同埋得到基本所需嘅生活环境。世界宣明会就是因着这个期望而诞生的。一切从一位有心人开始，他想将世界上所有不幸小朋友的破碎心灵医治好。今日博皮尔博士的梦想仍然活在世界宣明会同事的心里面。世界宣明会在近100个国家工作，改变了数以百万计助养儿童的生命。如果每一个人都尽上自己的本分，世界将会变成点呢？我哋需要处理贫穷嘅根源，而唔系贫穷嘅症状，因为贫穷嘅成因系复杂嘅。治标唔治本嘅方法并唔能够解决问题，只为小朋友提供医疗，但系冇清洁嘅食水并唔足够；只得清洁食水，但系冇营养嘅食物，问题依然存在。一个家庭冇经济来源，根本冇可能得到足够食物。世界宣明会相信，要真正改善到他们的生活，就需要同时处理以上的问题，令到孩子、他们的家人和社区变得健康，具有生产能力和能够自给自足。假如成果不能够持续，改善也不能够持久。古语说，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我们要让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得到应得的尊严，这份尊严是源自于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就让我们陪伴这班贫困的小朋友一起实现梦想，透过每一日不断努力，共创更美好的将来。但是今日仍然有超过10亿个小朋友生活在贫困当中，他们每一个都有真实的性命，都有殷切的渴望，真诚的愿望。他们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每一个小朋友都享有丰盛的生命。Free to be who God wants them to be. 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小朋友都是珍贵的。This is my world. Can you envision it? My world. Este es mi mundo. Can you see my world vision? This is my world vision. We are all precious. This is my world vision. What's yours?